啊，评论员明成说前面这四个你们所谓的第一集团，你们先绍一绍，加我一个，咱们组成一个五队集团。其实呢，就是浙江队的两个边路啊，程进和艾沙加两个人的特点比较不一样啊。嗯，先来看这个角球，抛球。开场之后，黑龙江明城比我们想象的这个进攻的态势要强很多呀！人球分过，尼扎穆丁非常强的传中，头球，5分04秒，顾超毫无反应，近距离头锤破门。再看欣赏一下尼扎穆丁，尼扎穆丁这是，看来这欧洲杯没少看。是啊，潇洒。对啊，这种人球分过，埃沃洛，倒三角，给你直接打，漂亮。说起来太靠近门将了，对，太靠近门将了，我的天哪，轻轻搓起来，球速不是特别快，要上劲儿啊，终于是打到这儿了啊，东西传、乌龙球，乌龙球就是刚才就感觉到在龙威出现的两个中卫中间之后，这个手抛球发的也不错，人球分过，漂亮，这是一个三打三，三打三，艾沙江跑，中间也有点了，选择自己来打，逆转，35分钟的时间，三分钟两球，新乡的还是哪儿的，我忘了，新系家乡啊，嗯，漂亮，打进角啊，这球打的是意气风发，节奏很慢啊，节奏很慢，球速很快。范围要不要来脚？假射真扣，换左脚打，球进了，3-1。乌龙球，一个神仙球，一个没看到球。是啊，身前全是人，全是人，就是往前压的有点慢。顾斌也在啊，看看是左脚还是右脚。哎呦，哎，这是马修斯。嗯，看看他的左脚，轻轻一挑，想象力就是不一样。浙江队的体能教练给他每天发功课，嗯，然后自己练。哎呦，嗯，哎，古斌也吃牌了，嗯，哎，马腾啊，觉得古斌这个比较。说起来，哎，马腾应该要再给点时间。嗯，这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我们恭喜浙江队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的话，先输一场情况之下取得了2连胜。哎，